一笼啊，倒点鱼给我老爸吃，然后倒点小龙虾，今天带回去给媳妇儿吃。希望两样东西都有吧，有点贪心啊。哎，好像有东西。哦，听到没？听到没？哇，手啊，肯定有大货。哦，而且还不止一条，个头不小。哦，鲤鱼。哎呀，什么玩意儿？哎，有昂刺，有鲫鱼，可以，一条鲤鱼，一条昂刺，两条鲫鱼，这家伙，他老是挂上去，我就是昨天这边黑鱼也在这串，鲤鱼也在这串，今天他终于串到我笼子里面来了，啊。一条鲤鱼啊，这个可以啊，然后不像之前那些大肚子了，所以就把它吃了。这边应该会有收获。哎呦，有水花，不过这是小水花。你看小鸡，哎呦，还不少，不止一个。哇，还有后面滑了一片，哇，后面的大家伙，哦，小龙虾还不少，哇，大鲫鱼，昂刺三条，鲫鱼几条，小龙虾 N 只，哦，这还有一个，鲤鱼啊，还是鲫鱼，哦，鲤鱼，大鱼多呀，你看这昂刺，三个昂刺，哇，全部挂网上，小龙虾都得好几个。哎，昂刺才是最烦的。我爸今天够吃了，这些好鱼，全都是好鱼。昂刺只能一个个掏了，我觉得太麻烦了。我这鲫鱼可以，漂亮啊，鲫鱼超漂亮。哇，哎，一条小鲤鱼啊。这条纯野生的土鸡啊，身材修长，这是一个小的，有点黄金色，但这三个个头都可以啊，两个稍微小一点的，但是小一点的也是可以吃的级别。啊，好，全都掏出来了，这收获不错呀。我把这鲤鱼，还有那个大肚子的昂刺，还有鲫鱼、小龙虾，全都放在这里面养了啊。到时候每天给他们换水。哦呦，里面放了一些水草，每天给他们换水，然后保证他们在里面存活吧，还要喂食。等到时候把它们放到信仰之场那个活水里面去，这样就可以产卵了。然后这死水它们产不了卵，而且一下雨漫出去了，也就跑掉了。哎，主要想让它们产卵，多繁殖，对吧？既然产不了卵，那就先养，这样养着。哇，看，这家多漂亮！